所以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希荣他相信命运的安排。对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瞬间就把事情。我觉得这句话至少不是真的那么发自内心。如果安排了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，你会说这句话吗？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给小文，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吧。他也就是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吧。对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的地方呢？不要说，不要说，我要让你有点惊喜。好。哇，我们到了！哇，这个，蹦床啊！哇，这个我想玩。<笑>那，因为呢，你坐吧，我就考虑到呢，你可能不是很方便穿来的衣服，所以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。啊，还准备买了一套衣服？因为我。我有担心裤子不合适，所以我买了两个码。真的？对，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穿加小码。没事，我都试试看哪个更好。我觉得加小码肯定合适。你为什么买两套？他说因为有两个女生是不同身材的，可能要买私心的size这样子。哇，然后叫我赶紧拿去洗掉，不然等下人家穿了就。 怕就是新衣服嘛，真的很贴心哎！我觉得我要带你做一下热身先，这样子，我扶着你，你过来，然后扶着我肩膀，哎，然后脚这样扭一下，对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对，用力一，哇，哇。 好近，so close。这时候两个人抬头对视，就时间凝固。你有玩过这个吗？没有。来，我们对着跳。对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咦，你看我的手，扎拉。 来，班长，我给你演一个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想玩。好厉害。好笑。还有，我可以教你另外一个，你可以这样。试一下嘛，其实不难。这个很。屁股。求救。 牵手手。你试一下，你躺着，你躺着。我要躺着，这样直接被撞起来吗？哎，我可以弹起来就抱住你，信不信？真的吗？哦，哎呦，抱住！我很重的我。我在祈祷。 还有这一招啊，学起来呀，学起来。